子是一来就不捉不扎吧。那去年子走到上面是吧？嗯，不然我就抱我干过。来来吧，来。这包的呀，拿给我爹吧。可不用，就是俺什么也还不拿了，没时间，没什么，俺弄嘞。那上多少钱？我一个多褂子就够了。两个。今天这个天是春天最冷的一天了，气温直接就到零下了啊！哎呀，现在这天是非常的尴尬。前几天就是城里的小姑娘们都穿着这个短袖了，今天就套上大棉袄了。这个天冷的，要不是有火把头，还放不着棉的。这个天一时就变成这么冷了啊！可冷，冷的都睡都冻了也还。你说地里的这个酱油发了叶吧，多了酱油的了。就养活都肯定出来油的叶了，俺家。再一就气温起来了，你放的棉装这个睡夹包了啊？睡夹包。嗯，放的棉可不少吧？到这棉倒是可多了，就是这个睡夹包，咱会不会？买的油怎么都是红油去了啊？嗯。这个红光红油好，还有白油好吧？这个下锅时间就给咱提了窝儿一样头，就个又这一种的一个。做下锅做也是一种菌类吧？啊，又这一种。下锅有这个血倒是吃的不来，这下锅看了多吗？现在拉多少了？就给他拉出来的，你多也得拉出来的，你不拉。不能放着是吗？不能放。这个下锅就给这个撒坏了一样，撒坏了这个发软根了。你现在要不要便宜嘞？要个小水果卖的这个10块钱撒下去，你平常香菇也是个鬼差嘞，长得就像那个小的了一样的香菇啊。炒炒这个油叫香。哦，我记得有点香水弄那个就是炒软油嘞。啊。但上边我记得正把的这个油直接这样多嘞，吃到吃到就很好，不香你。我炒炒这个不来辣。炒炒香你。这个到老百姓的你这块，咱有多少长多少，咱都。你不吃了行嘞，不吃了这个下锅不能发了你。因为这个包你弄这个包子倒光油。那是光油，下锅多吧，光油。面不少。面不少，血也不少。不然咱都弄饼盖了吧，弄在。啊。夏天盖的是。咱主要是没有个你饼底熬的，你要是去锅盖上有个饼底熬的去弄一根一根盖不是那，咱这个人多，你一妈那想熬的弄不见。行，不行了，就再蘸上蘸上包子吧。没有个小子一摞个小笼包，我把咱俩都给我蒸两皮的，行不行？行，这么也行。好东西了，蒸了也好吃的。吃出来东吃种味道都一样，这不睡觉包是炸了这那个搁这儿吃的香吧？啊，他就是像你得有个平底东熬的。我知道。不是，你没有教具。还多万我觉得。这点还行吗？反正我给你干的是很白人，就跟白痴一样。啊，对，就是个。咋吧？咱可不是草原的，咱可是自学去采的这个正好的这个，你给舍得了这块地。一个这个有什么舍不得嘞？一下舍得了，一嘛成本上没有个多少钱，成本上没有20块钱，连卷棉吧30块钱。你光这个就是20多。那是20多，10几块钱你还放了一块儿了啊？这个把皮可难扒得很，你这块。就叫它很白事儿蒸出来才好吃嘞。这个皮儿可得吧？皮儿薄，馅儿多，这个才吃的好吃嘞。你皮儿厚，你像咱去干回卖这个些水饺包，都是多厚的这个皮儿，里边一捏的馅儿，一晾了盛进去，可难吃的很。你像咱平常你弄上什么好东西了，你都分开缝成好几回，外边就都浪费了。实际上就是。一回吃菜能吃出来这个好东西味儿了，你都分开里边少长进去了，弄些东西吃不出来这个味儿，不都浪费了？不是那么耍里头，我可就不是那么过的，我就是这个锅是光就是平造的，就是平造的咱小一堆的也不赖，也不好也不赖，这一回吃的好的，再一回吃糠，这个就叫个的这个血儿可得好多，好什么了？一嘛长了一斤油，长了是2斤香菇，就个这个。啊，多好嘞！我人家把俺就没加香菇也没加过，你过了回的你说没有卖过香菇了什么的了。你这个也是费力的了。你捏成馅了就跟这个捏辫子一样了。啊。不给你捏的刀包的或者甜的也行。对，刀包的你不计较的就捏出来了。费劲了，肯定吃那么好吃的，越馅了越精致嘛，越多了越难下。
实在是笑不好看。也不是冬天玩冷时候。这么一到春天以后了，啊、都开了活了你。你怎么下路那活在水烧工了在整呢？啊，对对对。上一段你的就说这个老饺子了，就是水开了在放上。俺、啊、一天就都是这的呀，就你一直得得等俺叫俺味道弄了。长了两回的味怎么都行，我觉得整俩都是能吃吧。你要是整妈妈还是这个水开了，你不是上上路我倒起喝起来要你不都要的就起来了，就是面好了把娘娘的整出来这个好的里头咱嘎子皮八个零的，你就这个面不好。妈得了两路吧。刚才装玻璃的师傅过来了，把玻璃已经拿过来了，就等明天把那个架子过来，就可以装二层那个阳台了。二层阳台本来是就是按的那种栏杆，现在要改成那种全封闭式的，这样下雨就不会进去了。都是这种双层的钢化玻璃，这个装上去应该就结实一点了。看大乌鸦飞起来是特别大啊，说了没有？这个快水，这是个皮儿包，这点是皮儿包的哈心儿。这点是觉得好吃呀，肯定是。这个肯定好吃吧？都皮儿扒的了，你扒叫透出血来了。就这种才好吃嘞。透出哈血来了。你挂到好看不好看了？绝对是好吃。过那鸡蛋腿儿，小的吃个小包子了，哈鸡蛋腿儿。今天温度就低了，你。哈腿儿吃了个小笼包吧，今天蒸的小包都不来啊。娘，你干了你。就拿那个刀，这个刀挑吧，干嘞。吃吧就耍吧。呀。吃不吧？那个面不薄吧？面不薄，吃了好吃吧嘞？吃饱嘞。这点这个皮儿没白呀，上点我们家弄那个皮儿太厚，吃东西不好。这儿白也不好吃看。原来没得过，原来水平不行。原面都过了。也学了啥工程？原来这活你没起来过。我肯定你学来，我这个活小了，我那不用活很活多嘞。刚上就没有这少活。活小了都就是没吹出来吧。这面我真做馍可不好，可便宜。嗯，这面就发黑了，你从城里弄回来的这八点太黑了，有点黑了。嗯，我就光用了面条，这路面。